大家好，还是接着聊资本。三，那么我们又通过另外的这个实例，我们又来慢慢的剖析我们要讲的。那么这是一个西瓜视频上面有一个叫做关灯，有一个叫做刺客震惊的一个作者，他讲呢，就是关大证券，关大银行，就是讲那个暴风的这个具体的，就是说这个经济事件，他讲的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里面我们又能够看看，我们又能够感受到什么，感触到什么。对资本的理解是不是又进了再晋升了一步？那么大家就在这又听我大约的和大家讲讲这一个具体的这个事情。国家有一次就提出了一个体育产业，体育的这个产业，实际体育它与从古到今体育的竞技，它就是和经济、政治捆绑在一起的，它是不分的，它是以利益主导的一个产物。职业运动员啊等等的这一系列，这些体整个体育，它你看古罗马那种，在体育场里面决斗啊等等的一系列这些，大家可能。不用我赘述，大家都知道了。实际上它本质上它是关乎着一个更大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利益产业在里面的。那么提出来以后，不是这个暴风的这个有一个叫做冯鑫的这个暴风的这个，他就心动了。因为他看着万达收购环马啊等等的一系列，当时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造车的那个罗氏啊，他也收购了那些英超啊什么等等的一系列足球比赛啊，那些具体的，他看到别人赚钱了，那么他也就心动了。那么他心动以后，他就准备去英国考察的，想买一家 NPS 的一个英国的一个这种传媒体育传媒的这种一个公司，然后最终那边的要价就要是五十多亿，五十多亿。那么他自己只有两亿钱，他自己就只有两亿钱，两亿钱以后，他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就是看到别人赚钱，他自己肯定也是要赚钱的，你不赚钱你怎么办吧。那么他就去找到那个关大证券，找到关大证券以后，他自己好像有两亿多吧，具体的数据大家不要以我的为准，因为我看过有些时候具体的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差，甚至根本性的错误都可能。那么大约就是两亿，然后这个关大证券呢，实质上也只拿出了6000万来。那么钱不够怎么办呢？那么钱不够了，这个关大证券这个就去找到了两家银行，找到两家银行，这两家银行就是一个就是招商银行，一个就是华瑞银行。那么就要找到这两家银行来筹钱，就把这件事情就把它办成这件事情。那么具体的你看这个运作就开始了。当时关大证券统一的这个董事会啊和这那个具体的主管部门啊，好像就不同意这笔生意，
就说可能就等等的就不没有同意这笔这个暴风的这个投资，但是这个官大政见这个，并且就积极的参与进去，参与进去就找到了这个两家银行，两家银行当这两家银行他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考量，他肯定也有他们一些的风控等等的。那么大的银行，他肯定有他的一系列的这些规章制度在里面，完善的这些规章制度在里面，完善的这些他们的这些专业知识在里面。那么具体的，那么为什么就这一关就过去了？好像这一关过去了，具体的原因就是这样。原因等于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利益，那么，等于说是个暴风呢，它就和这个那个官大证券这个总经理吧，说，所有的这些风险由他来承担，那么。具体的就是说，我几个月后或者是一段时间以后，把你的股权就全部帮你买了，帮你买回来，并且还要答应你的利润就全部给你，并且写一份协议，就是说保证你的资金和获利，对你的这些资金和获利，一种承诺在里面，就保证了这个承诺在里面的，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个官大证券这个，进去以后，他也是那个找了两家银行的时候，他也同时就是说，由我们官大证券、官大银行，官大证券对你们这个两家银行，他也同样的保证，就是说你们银行的投资或者利润，我和你们保证。那么，就因为这样的保证，就造成了这种可能一个相当肥的一块肥肉吧。那么具体的情况呢？他们又把这个资金分成三种资金，一种就是说最安全的资金，就是获利15%。还有一种就是夹层的中间的资金，还有一种就是最劣的资金，就是最差的资金，就由那个你看，就由风暴自己或者企业他们官大证券这6000万，就是2亿6000万来认着，中间的这笔呢，就是有些人就筹集了很多散户。就有很多散户收集来的资金，就是夹层资金，顶层的资金呢，就是这两家银行的资金，就说遇到什么事情，又由这两家银行率先把自己的钱收回来。那么你看，这两家银行第一，他这样判断，这是不是一块肥肉？就是说，你看，你第一把我的这个资金当成一种，这种优先的资金，第二。你还有这个官大证券，你官大和我认着，保证我的资金安全。那这种双重的安全的资金条件下，两家银行肯定是为了做生意呗，肯定就放钱了。那么最后不断的演化以后，演化到最后，这个。暴风，因为他在电脑端的这个，搞这个体育产业，后来慢慢的收益就越来越小了，越来越不够了，最终就爆雷了。爆雷以后呢，这种招商银行总经理这种，他们可能在业内里面的人都知道，他们每年的年薪。1000万是不成问题的。那么
由此而产生以后，两个经理都被公安控制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把自己那点钱丢了呢？具体的，我看这个作者写的就是说，好像，这个风暴这个送了，私底下送了1000万给他们，还有那个集资的那个人，就是夹层资金的那个，好像，具体的等等，我也不清楚。但是具体的就是说，关大志这个送了1000万资金，这是这个作者，实实际际所说的。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我的这个学习理解体会里面，你看，有一些资本。巨大的这些，国体资本吧，可能不准确，应该说是一些更大的稳定资本，也不好说。怎么表达呢？就是说，有一些巨大的资本吧。国有资本吧，大经济的资本，它起到很多很多具体的，一些平衡、稳定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资本。那么这些资本，它可能，又和我们说的那种，猎人的那种教父式的资本，可能又不相同，起到的作用和核心价值可能又不相同。因为他们获取的渠道，或者说要达到的目的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那么，你一些巨大的资本，可能它起到的是一个稳定一些，这个整个一个基础，一个这种整体的一个国体的一个基础的这种作用。或者这种具体的，它有资本的一些属性在里面，但是它又同时它有起到的一些不同于这种教父思维、这种猎手思维的一些资本的区别，因为这种教父资本的获取，它强起豪夺的获取而来的。他要靠精准的这些投放啊，精准的这些等等的这系列一系列的这种他的这些数据操控而来。那么，别外的这种国体资本呢，这种巨大的这种经济式的资本呢，它的获取的方式是不同的，和这种资本又不同，又跟这种企业家的资本又不同呢。所以说，这个资本。真是要理解透了，可能真是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才把它能够理清楚。像我这样，具体的这种，像老百姓的这种以学习为主要的目的的，来看的话，是很多很多东西都搞得云里雾里的。比如说像《资本论》，你像我们这些打工的人要去学起来。可能就要花很多时间，然后你这样经济学那样资本论这样的，你要把这些东西搞懂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这些草根来说，可能就有一点强人所难了。那么就只有能够靠一种我们能够理解的一种方式，看看能不能找一种更通透一点的办法，把它理解的一个大概。那么今天就来讲讲自己的这些大概的，所以讲的不对这些地方，请大家多多见谅，不要见笑。那么从中你就看到两种这种资本又不相同呢。今天你看我讲的三种资本，三种不同的资本，所产生的那些他们的获取方式，
对社会的一种调控方式、运作方式所起到的作用，他们怎么来的等等一系列都不一样。你看，比如企业家的资本，他是通过卖出产品才有中间的那个差价的。你看，教父式的那种连锁资本，它是阻击、摁持、然后通过精准的那些把控，它而来的。以前日本我看到有一个故事，讲的叫八攀印，我就迟迟不能理解什么叫八攀印这种组织。后来我知道了，八攀印，日本的八攀印就是专门这种组织，就是教父式资本，就是猎头资本，就是专门阻击这些企业家的资本。那么你看，反过来我们说这种经济式的资本，这种经济式的资本，它获取的方式是不同的，它的应用方式也不同。那么我们随后要对这个经济式的资本要做一个深刻的一个论述，那么我们留待下期再讲。这期重点的就讲一下这个，他们刚才这个实例里面，你看，他们上市以后就获得了一些具体的那些，如果当时上市的时候，他们自己方都把所有的获利都获利了，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圆满的就完成了，天衣无缝的就完成了？就把这个资本对接的完成了。那么怎么会就是说，在最好股票最好的时候，没有把它完全兑现以后完成的？那么到今天这种形成的一种又存在着狗咬狗了。那么实质上的好像判决也下来了，就是说这个招商银行或者华润银行的所有的损失，担保的这些由官大证券负责。具体的就是说，你风暴承受你的，你找风暴。那么风暴找谁呢？风暴又去起诉这个英国的这个 NPS 的这个，他们有两个人，一个叫做好像叫做拉尔里扎德，还有一个叫做席瓦尔的这两个人，就把这钱就。把他全部的就获利了，这两个英国人就，然后他们这种资本在里面，资本在里面搅和在一起的这种，时而狼狈为奸，时而狗咬狗，时而这种运作，真是惊心动魄，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所能够理解的。也不是我们老百姓所能够认识到的。那么，我以前的节目不是去实地和大家看了以后，就是说，你看我们的钱拉着起是去买商品，是去交换商品。那么，有些你看猪啊什么的，你以为北京的教父资本家们，他们会去买一头猪来自己养吗？那不可能啊！买几只鸭子过来，那种花园里面放着养吗？不可能。所以当时我就说了，就是说，你看，这个钱，它客观上是分类的，客观上是有地域时间分类的。那么，我就反复的讲这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不把它分开？为什么要把它摒到一张统一的钱上来看待？为什么要稀混起来？把那你看，讲了那么多多的资本，讲了那么多多的东西，最终都就是一张钱，一张百元的钞票。那么这张百元的钞票，有的叫猫币呀，有的叫人民币呀。你为什么不分开？为什么要把它摒在一起、稀混在一起？那么我就认为，稀混在一起，那就是所有的货币
所隐藏的一种迷茫在里面。所有的这些迷茫，所有的这些道具，所有的这些骗术，所有的这些金融的这些模式，根深蒂固，都就落实到这一个饼之上。那么你这个饼子就是它最核心的一个客观的一个规律，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细致讲的，最主要要讲的就是讲这个为什么要把不同性质的钱要并在一起的根源。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下期和大家讲。那么这一期再回顾一下，这一期讲的更重要的就是一个国体资本。那么你看一个国体资本，它是以什么来出发的呢？你看它肯定是保守，肯定是能够不做事就不做事，肯定是年薪拿到1000万坐着喝喝茶就行了，追求的都是十拿九稳的生意。那么这个世界上哪有十拿九稳的生意？那么就是要去创造十拿九稳的生意，要想办法制造十拿九稳的生意。那么就像慈禧他们一样的，要专门用文化来移民，用财政上的那种迟滞来把农民搞的，这些老百姓搞的每年都差钱，然后起到一种控制统治的地目的，来达到他们天是他们的天，地是他们的地这种目的。那么金融上的手段呢，也是相通的。那么大家就记住这个实力所表现出来的，你看他们一方面保守，一方面等等的，一方面拉着高工资，另外一方面有人暗地想送1000万照拉不误，那么又屁股又坐在了另外一个立场上，他就没有忠实于这个巨大的这个国体资本，那么他就有可能存在的就是以巨大的国体资本来够做他的一种交换。那么这里面就存在着一种巨大的一种空间。那么从这两方面我们就看到了，你看最终雷士他就把那个他高价的时候，他是好像有几百亿的他的股价近似吧，然后到最后到收尾的时候只值7.4亿，起点是又卖给华尔街的一个叫做 KRR 的一个企业。你看这些资本他们的运作都是像一个周期一样的，都是循环的，变过来变过去，绕过来绕过去的，真是只有他们搞得懂。那么讲到这就是说，你看那么多多的这些资本，上期也和大家讲过，那种一个搞电信的就可以上市的公司就可以骗10几家上市的公司，这样能源车又骗40亿，这样又骗多少，那样又骗多少。那么你想这样这不在的几十亿，那不在的几十亿，这不在的几百亿，那不在的这些那么多多的这些资本就这样的不在了，就丧失了。那么这些资本最终他就要都要挪到了一个劳动的者的头上。那么你想劳动者身上的担子不重怎么行，
可能不挣吗？这些钱完全被拉走了，完全被抢夺了。那么苦这些钱，要真正的用劳动去换这些钱的人，他怎么不难过？怎么会好过？怎么可以拿高工资？那么还有，岔个题外话，当时桑塔纳的进来中国的时候，桑塔纳的人说，桑塔纳在中国卖10万就行了，中国。自己的人说：“怎么可能卖7万？一定要卖20万，是我们自己的人卖给自己的产品要提价。”那么，但是工人的工资，那边也说，最起码你要给到最低工资吧，你要给到300美元吧，那么算下来就差不多3000了。也是我们自己的人说不能拉，用能拉那么高，给1/10就行了，给30美元就行。那么讲到这，就是说，你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东西被拿走以后，等等的这一系列这种钱。这种资本统一在一个符号里面，就换句话来说，就是你用一个合同去代表十件事情，租房的合同也是他，卖产品的合同也是他，买车的合同也是他，装修的合同也是他，卖鸡的合同也是他，卖鸭的合同也是他。劳务输出的合同也是他，所有的这些合同，你都用一张纸的合同来代替，你能够代替吗？我重点要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些具体的东西分清楚以后，你才能够知道资本的本质是什么。那么，对理解很多事情可能就好理解一点了。那。下期再和大家聊，这期就聊到这，那再见。